要想女朋友对你好，让她萝卜吃到饱。所以今天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萝卜小菜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切好的萝卜丝撒盐，抓拌均匀，撒出水分，倒掉盐水，用凉麦开冲洗干净，记得要撞干水分哦。调料都打在屏幕上了，稍微有些多，但是这样子做出来味道真的非常好。加完调料，用手抓拌均匀。今天我用的是青萝卜，口感更脆，也会更甘甜。吃不完的也可以像我一样装进密封罐里，放进冰箱冷藏。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